피부열을 뿜 맞아. 我们根据任务部署情况，灵活调整医疗防疫救援队编组运行模式，针对红涝灾害易发的伤病类型，抽组感染科、普通外科、皮肤科、肾脏病科、重症医学科等学科专家骨干，以及参加过重大任务的医务人员，参加此次救援任务。 肩膀也能，但效果不大，体验屏效果不大，就是不要。